就是一个糖果般的人，真的。他怎么样的穿？你那个想要什么型的？他是冰山美人型的。哦，对，夜游冰山公主装。人夜冰山加糖果。我看你看本人你会疯掉，好正，真的假的？我都先我就讲，先叫人把车开回去。我那天经过他旁边的时候，还停很久，然后就疯掉。我通常都是啪就走过去，因为太正，疯掉，好正。我是跟那天停很久，而且那个更好笑是，之后我们录影有遇到，上礼拜四我跟文明哥录影有遇到，然后文明哥就开始讲说，哇，那个女生怎么不追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开始把我骂，开始骂骂骂骂骂了我快半个小时。哇塞，太夸张了，不是你带到。他们带到夜店，然后就后来第二天我碰到他，我就说，哎，那个妹呢？他说没有，后来大家吃东西，然后送她回家。笨，对，我说那你去夜店干嘛？笨，不是你们去夜店不是这个，对，是吗？不是吗？不是长得跟我脚都弄了几十年了。刘明哥妈也是为你好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 Elena。Elena， 好，欢迎 Elena。